儿，我家兰儿啊，以你的品貌，国色天香，家里又富可敌国，若是嫁给李靖，也是皇亲国戚，这嫁得的，李靖谁还能配得上你？日后继承李家的家业，那多风光啊！就这长相，也叫国色天香，免引起李谦的注意。有事没事，你就到他面前晃一晃。就凭你的长相，有哪个男人不上钩的？谦哥哥，好巧啊！谦哥哥，哎呀，谦哥哥，哎呀，谦哥哥。哪知道这对母女怎么是这副德行？行了，我瞧着也够吓人的了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家上下就没一个好东西。啊，不不，你是好东西，你是好东西。他对你啊，已经算是手下留情了。下次别再挑那些人来人往的地方，谦哥哥定会温柔待你的。我就说，我这个国色天香的小脸蛋，他怎么可能对我下这么重的手呢？就是，就算他色胆包天，也不敢在院子里和你搂搂抱抱嘛。嗯。下次咱们一定要细细筹划，不能就这么胡乱地冲上去，知道吗？好好。